你好，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啦？姓彭。哦，姓彭。这片果园是你家的吗？是。你什么时候用的这个巧克力？发钱，就前段时间。哦，然后你一株树用了多少了？可能半斤吧，四五年。半斤。去年这个树是怎么样？去年树是比较差，今年用了这个巧克力拐过来了。哦，改过来怎么样了？效果怎么样了？效果看得见了，你看这多茂盛啊，是啊。然后那个，你用完这个巧克力后，准备什么时候还会再用吗？种果的时候还要用。种果的时候还准备用我们巧克力是吧？嗯。哦，那谢谢你对我们巧克力的支持和认可，再次的感谢你。好，谢谢。